我带着毕生提重的行李，犹如尼罗河底，经过几道闪电，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直到我听见声音，我确定是你和你尊敬的我。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，可我怎么告知你，注定是一场相遇。我记得这里是片树林，后面有个山坡，山坡上的枣树，每当秋天到来，我们把枣装满口袋。我们总这样重复分离，却要重新开始，相互送别对方，说着来世再见，再次失意着相聚。我觉得妈妈是一个聪明、美丽又温柔的人。我觉得妈妈是个给我信心和力量的人。我妈妈是一个最爱最爱我的人。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。我的妈妈是世界上做饭做得最好吃的妈妈。我的妈妈是世界上唱歌最好听的人。小红书。